继美国宣布将启动退出中程飞弹条约程序，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也在6号当天宣布，俄罗斯将在6个月内退出了中程飞弹条约，引发了国际热议。据了解，美国在上个星期五对外宣布，除非俄罗斯停止违反中程飞弹条约，否则美国将在6个月后完成退出条约的程序。不过，俄罗斯否认违反这一项条约。对于美国单方面退出的决定，俄罗斯总统普廷也不甘示弱，做出反抗，在第二天宣布，俄罗斯已经是暂停履行这个冷战时期条约的义务。